好，我们讲到立法院开议哈，现在其实在野党大家都有想做事情，特别是民众党想做什么事情？哎、欸，帮老大报仇吗？为什么会这样讲？主要原因是因为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今天上午他们会直接围住要翁博中出去啊？就是因为呢，这八十立委认为。 现在 NCC 还叫管媒体吗？根本就叫做绿媒的小弟。讲的是哪件事啊？都、就是柯文哲这龟缸，现在案子每天都变成民进党媒体的这一些绿营偏绿媒体的这一些焦点啦。所以呢，他们现在还提案说要求他必须要出去啊。 韩国瑜呢，就讲说不是嘛？那你现在要求要他出去，那是什么原因？是理由呢？如果他是来被询的嘛，所以他后来就问啦，说啊，我们现在开始确认他的被询资格，然后进行施政报告啊啊，真的有他需要他的地方，NCC 有人要问嘛，所以他被询资格有沈酌空间，然后呢，就说啊，退回这个民众党这一边的意见。 那如果真的要对他有所就问的话，是不是应该让他上台直接跟他直球对决？因为你要他走，确实韩国瑜要帮的话也很难帮嘛。那他们的生气，哎、欸，也起来有致啊。原因是因为呢，现在看到了，绿营媒体每天都会拿着一五零零对那四个字还在，现在呢已经什么变成了一千五百克的比特币，而且呢这个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钟小平的爆料，他说呢是跟什么？是跟 上海的一个大台商，然后呢，跟老共、跟美国通通都有关系的。哇，那这样讲起来的话，这个案子几乎跟拉法耶安差不多了嘛，因为跟国外有关系。而且你要知道，哎，一千五百克比特币是相当于多少？相当于几十亿。 这样子的一个金额，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家就开始在问，那这真的吗？因为一五零零这四个字已经变太多次了。九月七号那个时候说是一五零零万元，啊，后来变成一千五百颗比特币，然后呢又出现另一个币圈专家鬼才阿雪啊，他讲说是没有啦，比特币太多了，是以太币啊。昨天忽然又变回来，没有，是比特币，而且中共跟美国都有介入，哇，大家就开始在讲。 这个节目如果说呢，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下变来又换去，那最后判决结果根本就跟这些都没有关系的话，不知道 NCC 会不会处理哈？会不会比较当时对中天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要知道啊，现在柯文哲是一个被火烤的状态。当然，如果他有犯案的话，有问题的话，这些通通都要揪出来，必须要让他能够为他的所作所为来负责。但是呢，大家是不是有的时候讲一讲情绪？ 具性的字眼会出来，比如说有台我们的保杰哥，保杰哥呢昨天在讲说，哎呀，金华城案，你知道那个时间两千年二零二一年发生什么事情？疫情啊，气到说那个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在保卫台北城，好，在保护的是金华城，竟然直接骂他说叫他哎、欸，直接回老家吧，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大家就在讲啦，这样子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太？ 沦为情绪，而有没有在就事实在讨论这一些，当然都是要影响到未来整个案子，特别是舆论的一些声量。民众党的反驳是什么？诶找了黄珊珊出来开记者会，讲到政治现金，他说呢啊，是因为会计师申报偷懒的问题，这一些我们会尽快的来补正。但是呢，当大家问到说，啊、哎，有没有什么串证啊等等问题，黄珊珊的回应是这样。 各位，这个你们不用跟着我，好不好？我们不会解答这些问题。这是这里是立法院。谢谢 好，他说这里是立法院，我们不会回答其他的问题啊，不对啊，啊，你刚刚不是也在里面开记者会吗？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厘清到底哪里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呢？重点是啦，你出来开记者会真的有帮助吗？吴子佳直接的讲啦，说，哎、欸，其实哈、喔、这件事情，他只是想要展现他的力量跟实质影响力，但他觉得对于整个案情对柯文哲都是很不利的。而另一件事情呢，则是林涛他直接的问说其。 奇怪了，你们现在呢一直在讲说什么呃蔡壁如有关呐、啊、等等的事情，那你不查黄珊珊，他认为这根本就是司法奇观，因为他也有去开会，他当时也是副市长啊。可是黄珊珊她现在认为眼前该做的是什么？是好好的帮忙柯文哲，比如说本来他要去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而、啊、今年六月的时候呢，美方这边有人来开会邀请柯文哲。 去开这个会，那他的身份应该就会是民众党主席，而且要带的是国际部这一边的人。啊，现在呢，他没有办法去黄珊珊。 带队出发，大家开始在问，不对啊，他不是被停权了吗？那他现在是用什么样的身份来带队出发呢？包括民众党，如果现在真的是希望说能够结合更多的力量来营救老大的话，那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诶、欸、开始呛游淑会，开始呛郝龙斌，说他们任内的东方文华案子根本就是什么好好看啊，或者是好好听啊，应该要求真相等等等，这样子开地图炮。 对柯文哲真的有利吗？想要请教一下波及哥，怎么样来看民众党？好，民众党呢，他们当然是态度必须要先摆出来。今天上午就直接往前走，拿着牌子准备好的绿媒小弟无权备选。呃，当然这个民众党势必是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啊。那不管是呃这个对 NCC 的态度，因为毕竟现在哦很多的这个政论节目确实有很多自我矛盾。 就一个新闻频道，连自己的报道跟政论节目里面来宾说法都矛盾，然后呢，互相这个左手打右手。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今天证明哦他们是对的，那这个民众党就是就是就这个就一一一一一鼻子灰啊哦。但是关键在于说到时候是什么样来评判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可是呢，他们现在的讲法总有一个人错。嗯，你要么一千五百万对哦，要么是这个比特币对啊，要么是以太币对，总就总有一个人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人是对的。 但其他人都就错都错嘛。好，那现在麻烦的是说啊，那 NCC 的角色是什么？哦，那 NCC，你要知道，我以前我在这个就在这个摄影棚里面啊，我去那时候我就讲说，有人在兜售哦莫德纳疫苗啊，我被卫福部约谈呐、啊。那时候公文发到节目来啊，那时候大白话说到公，文，我被约谈呐、啊，约谈哎、欸，他们是用像警察那样子问笔录的方式问我啊，我我我就请问有没有比照？ 接下来要不要比照？哦、oh,，NCC，你们如果今天真真心是哦，oh, 觉得说哦，oh, 你们是一个公正的单位，该处理的就要处理。现在好像也有很多民众都检举了嘛。那只是说今天这个程序哦，因为他们提的叫权益问题，嗯，那权益问题用意是在于说，他们认为翁博中他是直接由行政院宣用行政命令直接宣布他延任。 而且呢，代理主委，嗯，可是你要知道，一般的 NCC 委员被提名或什么，他的程序什么要经过立法院同意，对。所以呢，当然现在是有一个言任的条款，是有确实是有这样的法令的，可是这个法令是把它修掉了，嗯，可是他在这个法令修掉生效前把他任命了，所以这有一个叫适法性的一些矛盾的问题。可是呢，依照立法院的议事规则，党团提出这个问题。 由主席敬为宣告，所以韩国瑜院长他说啊，对对，没有错，这个你们可以有权利的，可以可以可以提这样问，但是我们这个不影响我们会议进行，是哦，所以就这个先休息一下，协商一下啊，做做一个宣告，我觉得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哦。那关键在于说，因为民众哪也知道他们就巴西嘛，今天如果今天针对主席宣告他不服，你要去表决你也输，那啊意识到了就好，抗争的意识到就好，重点在于我們上一段讲的。 这个会期，不管人事案，不管 NCC，不管大法官，不管是呃，接下来是有一些优先法案乃至于总预算，在野阵营是要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态度？嗯，因为现在民进党如果还是那个铁板一块，还是要跟啊，跟你讲说啊、哦，如果你们这样乱搞，青鸟会飞出来啊，我们等着看接下来赖清德总统、卓荣泰院长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应在野党的挑战？嗯，哦。 如果接下来是青鸟又要上街了，又要包围立法院了，又要去这个这个开始监督在野党，那我看哦、喔，这个会期真的会没完没了。是，请教强哥。事实上，哈，这次民众党哈，他在这个主席台前面抗议嘛，哈，他其实抗议目标是温伯宗了，哈。但在讲这件事情之前，我就要讲说，为什么今天不管是民众党跟国民党，我们对民进党啊？ 的这个对抗性会越来越强，嗯，因为民进党所有所有的议事攻防都跟他的这个行政院，包括赖清德的态度，就是在羞辱、在践踏，然后在什么对抗兼在野党啊。那我讲，比如今天我们前面一趴讲到那个二七五八，我觉得二七五八就是个笑话。为什么民进党提就是笑话？嗯，因为事际上那个吴思瑶他的提，他是二七五八这个决议案的那个说明人嘛，他一上去就是说。 哎呀，我们民进党上来之后啊，你看台湾成为关键字啊，不再是亚细亚的孤儿啊，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这个二七五八决议案，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哈？那你在野党要支持，那我是国民党的二七五八决议案的那个提案的说明的，我上去以后直接修理吴思瑶，我说啊，关键字啊，我们邦交国二十二国被被你搞到剩十二国，这叫关键字啊，嗯，然后。 二七五八决议，我直接跟各位讲，过去因为二七五八决议，国民那个中华民国有很多的国际组织无法参加，但是就有人打破二七五八决议嘛，一个明显的铁例嘛，就马英九啊，马英九执政时代进去两个联合国体系下的机构，就是国际民航组织以及世界卫生大会，我就直接问吴思瑶啊，你们还有脸讲二七五八？二七五八决议只有马英九突破了，结果你们民进党不但没有突破，上来之后。 国际民航组织跟世界卫生大会，你都被踢出去了。嗯哼，呃，我当然，我只我呃，发言完下以后，那我看吴世尧在底下就说：“你干嘛只讲我？”对，因为我要跟各位讲，就是你遇到民进党这种所谓的坦白讲、呃，他就是没有下限的这种所谓想要羞辱你的方式，你就要很强硬的对他。今天一样，翁伯中也是同样道理。当然，民众党最近跟那个民进党是水火不容啊，这是一个政治上另外一件事。但民众党看有没有道理？绝对有道理嘛。 因为我们立法院是三读通过了，对不对？这个 NCC 的委员哈，主织法第四条，任满得连任一次，已连任者不得再任，而且删除言论的规定。立法院三读通过是不准言论。嗯，你赖清德，你今天卓龙泰，你直接下个行政命令说，翁伯松延任继续干主委，我想这种言论方式干主委，他也不用经过立法院同意了啦。他干三百年都是他，因为照他这种干法，三百年都是他，他不用他不用再送。 人事过来了嘛？那你像这种东西，那请问你民众党生不生气？所以各位，你看啊、哦，民众党在前面想说绿媒小弟哈、哦，你知道那后面的四个字是谁喊吗？请你出去。他喊绿媒小弟，国民党坐在底下说啊，请你出去。为什么？因为国民党我们也认同啊，你今天是用这种方式在羞辱立法院决议。不止这个啦，包括前面那个高金素梅那个《净法补偿条例》也是三读通过。 要做进法补偿来对那个对我们原住民啊，这个过去给他们太多不公平待遇，你要编进法补偿的那个预算来去弥平这个不公平。可行政院送来预算书里面，他把本来那个需要进法补偿，他只给你编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嗯，3, 他摆明就是不理你嘛。那不理你，期惯之下，那当然高级署名就是要求退回哈。所以我要讲今天的那个立法院的第一仗哈，为什么他的总预算案有被退？今天为什么会有一些悲歌的状况情况？ 因为民进党真的在这新国会里面实在太二把了啦。嗯，好，但是想请教一下宇轩哈，因为呢，对于民众党来说，当然现在呢，因为也有民调出来了嘛，发现整个所谓的声量权，通通都在民进党上，特别是在柯文哲案上。然后呢，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讯息，我说光一五零零这四个字就已经吵了快一个月了。然后呢，讯息一直在变，那到底最后要是出来跟这个完全没关系的话，那到底谁要负责？NCC 呢？NCC 到底有没有在看？ 对啊，这个东西你是要等到起诉书出来的时候，至少一翻两瞪眼嘛。嗯，你现在 NCC 做出来决断，搞不好 NCC 到时候他也搞不清楚状况啊。嗯、<laughs> NCC 他又他没有办法跟地检署联系嘛。啊、哦，这是第一件事情啊。但是我跟你讲啊，第二件事情呢、啊，你要去讲这东西，你要亲眼有看过嘛，你要有所本嘛。比如说那个 USB 里面，它到底是有档里面有几个名单嘛，对不对？那比如说它的账册列表的方式到底是多少嘛？ 对的但因为今天钟小平他直接讲的是说，他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叫做一个大台商，然后这个大台商说这个东西通通是比特币，哦，那他自己就要去承担这个我们讲的提供证据的责任啊，啊、哦，因为有没有这一次这样的消息有嘛？但是不是如同钟小平讲的这个斩钉截铁就是说啊，这个台上的钱跟这个 u s d b 的钱，然后之间有关联，又如何如何的？我觉得有时候会低沟倒菜豆啦，嗯，啊、哦，但这个东西就等到我们剪到起诉之后再来谈嘛。<laughs> 但另外一件事情哦，我就黄珊珊倒是现在啊不遮遮掩掩的，怪了。黄珊珊今天在党团里面开记者，昨天哪、啊、开记者会？你知道他的 P P T 哦，P P T 啊，哦，就是上面就写的，就写民众党记者会，他代表民众党哎。嗯，那你知道那时候黄国昌跟民众党高层在干嘛吗？在民众党党部里面开会，然后没有人知道黄珊珊跑去开记者会，他自己干哎、欸，他自己胡搞哎、欸。 然后就带一个林国成嘛，都那林国成为什么勋爵林振宇来了嘛？啊，带一个陈右成嘛，啊、哦，然后带一个黄静莹嘛，都是议员，带了一堆议员，然后利用民众党党团的方式来召开一场记者会。结果他谈的内容，你如果说是要救党主席或跟立法院有关就，就就算了。但燕姐，你知道一件事情吗？他整份 PowerPoint 里面没有柯文哲三个字，嗯，他根本不管柯文哲，嗯，他不是来救柯文哲的嘛？ 那黄珊珊今天出来这个局面是要来干嘛的？跟她今天去美国一模一样有关啊。他是一个被停权的人哦、喔，党内一堆人对他千夫所指哦、喔，结果他现在搞得他跟谁一样，你知道吗？党主席啊，你这帮人颠老多啊。他为什么要选择党团他为什么不选台北大楼？嗯，因为理由很简单啊。你现在今天黄国昌做的一切行为，即便黄国昌没那个意思，外界会解读什么？哦，所以好像是黄珊珊我们党团发动的。 知道吗？他是传递这个讯号嘛？但是他传递这个讯号，你如果说他是要救柯文哲就也好，或者说他为了民众党也好，不是、欸？他谈的内容是什么？金华城五百亿的获利，金华城八百四十趴的容积奖励合法，如果违法的话，那都是柯文哲的错。他在干这件事、欸，诶，他甚至不是在保护沈庆金哦、喔，他在保护金华城的获利哦、喔，他在保护那个我们讲的容积奖励的那个不法获利哦、喔。 法院已经认定的不法获利哦、喔，他在跟地检署、地方法院、高院对着干哦，然后利用他立法委员的身份哦，是在我看来黄珊珊这个人他不演的啦，他是只证明一件事情啊，因为当时台北市里面请问一下黄珊珊他是不是全责副市长？不是，全责副市长是谁？彭振生。 黄珊珊之前躲了十几天，从柯文哲八月三十号，他一路躲到了九月十三十四号不出来，然后突然发一篇脸书，人才跳出来了。那理由很简单啊，只有几种可能嘛：一，你知道自己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二，你干脆在伸头一刀缩头一刀的状况下，全部 a 一嘛，赌一把嘛。但赌了这一把，根本不是要救人，也不是为了要自保，为了什么？从头到尾就为了钱。好、哦，我们先接下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说。 长者是宝，需要陪伴与照顾。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